天带你们来参加南部有钱人的流水席。首先，先是订婚100多桌的盛景，迎接破百万的烟火秀。3、2、1，整整放了5分钟，我真的以为我在跨年。有草屯音啊，我真的以为我在看演唱会。就是你们两个突然害我不敢结婚了。今天带你们来参加南部有钱人的流水席。首先，先是订婚100多桌的盛景，请来主持人蟾蜍精黑面究极佳，一人一只彩带，手上每个人一只。我们欢迎郑武南董事长进场。来，我们转身来迎接破百万的烟火秀。整整放了5分钟，我真的以为我在跨年。请了向慧玲。是 only 有耶。施文斌。阮家是有发扬光，录生命唱出阮的声。还有草屯音啊，我真的以为我在看演唱会。就是你们两个突然害我不敢结婚了，还敢笑。